想要宣导小朋友们从小就养成健康的好习惯，就是鼻心力和血液，就是因为没有 S 可以找来 S 就是 healthy eating happy exercise 这样，就是健康动快乐吃，对，健康吃快乐吃。你多想快乐不讲算了没有健康健康吃快乐粽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是很多好的习惯其实就要从小养成啊。我也不要打给我啊，所以像我自己在测试的时候就测试超多，然后你们也要测试一下，应该没有开放还那么多，你怎么会来啊？还在、啊、你不是变网红了吗？会有更新了聊开了，跳起啊！在吃这个健康计划的时候，我自己在想要努力实践的时候，就是真的努力了2个礼拜，因为14天养成一个计划嘛，然后就是最后成果还是一样没有到成功的，没有到达我心目中的目标，真的有点难度。所以大人实行可能有点难度，但我觉得小朋友的话应该可以做到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好习惯要从小就养成。吃啊，喝啊，然后运动啊，睡眠，甚至现在3C 的产品又非常的多，所以这方面也要希望小朋友跟家长们一起去。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有时候像我看我身边的人当妈妈，然后就会自己心里就会有很多 always 嘛，比如说。太严格了，有些妈妈太对小孩太严格，我就觉得说你的小孩好辛苦哦，就是你可不可以放松一点？然后如果对小孩太松了，我就会觉得说你小孩这样长大你管得动吗？就是会有太多的 always 在心里面，所以而且我觉得自己的想象应该跟到时候真的发生的时候应该。他是有他拿了十几年了，18年。他对静宝哦，其实我们本来都会觉得他好像会是一个不一定会是我们心目中的100%的妈妈，结果我觉得真的是为母则强。他就为了静宝，然后他自己研究了很多，然后我们每次看到他，他都会告诉我们一些育儿的方法，然后甚至训练静宝的方法，我就觉得很佩服他。他真的完全就是一个，我真的觉得在我心目中，我很希望我是他小孩的那种妈妈。你怎么这么安静啊？是，长大会看到，我会觉得，会觉得他哪里讲他坏话？他毕竟是你知道小男孩嘛，所以然后又充满了劲爆嘛，就是充满了电力，所以蛮活泼的。很怕被他看到，对不对？然后蛮活泼，就是因为我其实至今还没有跟他说单独相处的好几个小时，就很赶呐、啊。我还感受到那个。还没说开这种单，怎样啦？1:30跟2点。好好紧哦，那也要先多喝几杯。有啦，距离有缩短一点。几杯水，水很重要，因为带小孩靠体力，你会流汗什么，所以补充水分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就是还在努力中了，也不想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觉得都已经就是。很希望自己能够身心都很健康的状况之下，就反正大概是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现在都是处于让自己都是很，因为我在家里面我会轻松的，然后心情好的时候会哼歌这样，但就是不会这样拿起一个东西当麦克风唱，对，现在是这样。11号已经控制了。对。你说 SHE 的生日吗？我们应该会一起过吧？也不知道哎、欸。目前我想想看哦，我们上次有聊到，
欸，因为今年我们的各自的工作计划好像已经蛮倒，所以目前是没有什么大家期待的那种合体的。你们这么安静，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声音啊？不要。那今年的生日呢？因为我觉得大家已经被我们养成了一个非常好习惯，就是 SMB 每年生日都会搞一些事情，然后来庆生啊，这是一个好习惯，没有错。所以也希望大家养成庆生的好习惯。然后很烂，不错嘛。因为今天我就刚刚讲了嘛，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工作已经有一点满档了。庆祝的部分，可能我们自己会私下庆祝吧，因为我们三个人很爱私下庆祝各种事情，只是不会让我们知道而已。哈哈，所以到跨年都不太可能。应该今年没有了。可是跨年算另外一个年，那就明年嘛。你现在问的好远哦，时间久都只有，我现在都只有在看我明后天的行程。你现在问我问到明年，反正。我想大家也都是跟我一样热爱 SHE， 对，所以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爱，然后我们会尽全力的去守护他、爱护他，所以别担心。好，我们辛苦高的，一点考虑都没有。优酷低一点，谢谢。怕害怕一下是不是？没有哎，就是对，没有。我最近好了，其实我最近呢，很这一两个礼拜呢，呈现一种腐女的状态。追剧吗？对，不是不是，我在追。他们很紧张，叫我不要讲。还好吧。啊，我追那个啦，福尔摩斯的那个剧啊，有点久了，还好吧，就是 Sherlock 那个，就觉得他好帅，追到什么程度？他一集大概快两个小时嘛，可以一次看个三四集，看到，但我爸妈会看，怎么办？我说我爸妈不要看那新闻，就是。真的，我现在都很早睡，很早的梦到天亮才睡，所以你们就可以原谅我刚刚的脑袋，就是你们只要一安静，然后我就呈现一种无法言语的状态，所以真的很无语，就是在家追剧，然后几乎都不太出门，就是我最近的生活。好，我们谢谢我们所有。最后还是要讲一下养成这个生意好不好？说一下。爸妈们都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完成这个毅力的测验，而且有奖品啊，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询，好吗？赚个你看开学有奖学金多好。是，好，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金总部朋友们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前面两个我们来师大，跟我们师大毕业的小朋友再拍一些照片，好吗？牛又来了。好，来我们小朋友们，牛又在叫一次，我们小朋友们上来，来小朋友们大力力，对啊，让我们上去，笑死了，好，那你不要赶场，还在小组，刚才做一下我镜头，稍微先拍照，来前面，好，来小朋友们照刚刚的拍照的队形，是公关摄影要拍吗？你要拍，来跳舞的小朋友在前面哦，好，然后是大力毅力刚刚的位置，板子要给我们的小朋友们，最后拍照队形，不要板子，好，来拍照队形，那个牛会不会要突然？哎，牛换装扮的，还会 breaking。好好笑、啊！你是觉得今天比较有活力是那一只牛啊？超好笑！对啊，超好笑！
今日我最抢镜。来，前面那只牛。小朋友会，小朋友脚放下来，你会入镜，你会入镜。好，来，你先到旁边收线好不好？等一下再收啦，没有那么急啊。来，等一下哦，来，我先这样。他去帮他抢。往右边一点，往右边，往左边，过来点，你们这么灵活可以。脚放下来就会其他人的镜头都入镜。好，小朋友如果脚放下来，旁边的就旁边的摄影就要旁。好，来准备喽，大家会开心一点好不好？来，小姐，你的手机不好意思哦，因为你不能蹲这边，因为你们家小朋友脚入镜的话，对，好，谢谢。吃早餐要不要来左手边？好，准备喽。吃早餐要不要来左手边？对啊，吃早餐不见。早餐超人到这边来，看到右边。有礼貌，我们是一家都是这边请。早餐超人这边请。好。OK 好 OK OK 好，来一样蹲着，蹲着，好，这样子可以了哈。好，好，来，小朋友们一样哦，我们雀巢健康儿童，我们就耶，好不好？准备喽，雀巢健康儿童，耶！对，是哦，我们说十大霹雳，我们就霹雳，好不好？来，十大霹雳。再次掌声，谢谢我们所有的十大霹雳小朋友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十大霹雳。好笑，没错，小鼓不是要赶场，全部都走光了。全部都走了，你好想，你个瓜底。我想说，我就来啊。对啊。小朋友，对，对啊，好，可以搭便车，走，我们出去外面。从这里，这，哎，他把门关起来了，好烦哦。顺哥，拜。拜。嗨，借我下，谢啦。感谢。走。要拿资料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我想说，其他也来不及了，只好另外朋友在楼下等你。基隆路啊，还蛮远的、啊。现在，蒋静文现在来急吗？你要打电话问公关啊。电话给我了，我要打电话给你。对啊，你问公关就知道啊。我们要去小青岭。哎呀，而且没有哎，去乡里。哎呀，我们坐电梯到楼下去。不是，你现在去来不及了。而且贾静雯也不会那么早给你。他没有要看他，你跟他熟就有办法帮。你跟他不熟很难，好不好？想说那个师傅哥。对。主要是对，全部都要去。我想说他的常去。对。不是，我觉得那只牛太有精神了。好可爱哦，萌。对啊，伊你讲你是啉几杯？他今天超嗨的。就表示他体力充沛。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啦。哦，我有个女的，给他走。嗯。叫，给你买一下，给你买一下。谢谢。